22号，邓紫棋、吴建豪、梁咏琪出席了某消费级基因品牌与北京举办品牌首场产品发布会活动。活动以 DNA Your Life 专业级的选择为主题，旨在提倡通过专业级的基因检测方式，赋予每个人掌控自己健康的权利。品牌还邀请了邓紫棋、吴建豪、梁咏琪三位特约嘉宾亲临现场，讲述了专业级基因检测带来的收获与惊喜。我首先想说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有投资这一个项目，那我投资的这个理念，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健康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你无法去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无法去预料某一种病痛会不会在你身上发生，可是我们能做的是去预防它。那我自己使用过这个产品之后，我觉得其实它提供了我一个方向，什么叫做健康，什么样更加为自己量身定造的一种预防的方法，我觉得我自己是找到了。我觉得体验的非常好，就在于就真的多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跟状态，然后所需要的所有缺乏的东西，然后需要补充的哪一些地方，多了解你自己身体的时候呢，你就多懂得怎么样去照顾自己。今年我觉得自己做过最好的一个决定，就是做了原基因的测试。然后我大概2个月前就开始去跟着我的报告，然后去吃一些保健品。然后的确，我整个人的体力啊的整个身体的状况都是比2个月前好很多。所以我自己是用家，我自己用过，我才敢去推荐给我的朋友。在活动的最后，品牌创始人及重要嘉宾举杯庆祝，共同点亮舞台中央的基因造型装置，宣布品牌此次活动圆满结束。芒果拉新闻，疾病的防御和及时应对非常重要，报道。